哎，你好，医生。哪里不舒服？给俺对象看，他吧哈，成天个眼糊大的，没精神，有事儿晚上睡睡觉吧哈，突然出一身汗，你看他是什么情况？来，走，你把脉。平时就饮吗？没有。熬夜吧？不熬夜。平时这个？木。行，假如先出一趟。那医生他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有点嘴硬。我问了什么情况？你先续我啊！你放屁！我能治。是你救我。